这个刚才是谢金、翟国强，是这大个儿啊，啊，相声世家哦，祖传四辈儿干这个的，是啊，啊，就是一辈儿传一辈儿。嗯，你别看他岁数比我们小，嗯，按照门里来说，比我们身份还高一辈儿。哦，还长一辈。他是王世臣先生的高祖。哦，所以说应该按相声来说，他是我们的师叔。没错，叫叔。哎，但是私下里我们俩又是把兄弟。哦，这么练。我又是他哥哥。呵，所以我们这叫江湖乱道啊。我们这个小师叔刚结完婚，嗯，现在跟我弟妹过得非常的好。啊、什么辈儿啊这是？啊，这刀目不清楚了，挺好、嗯、啊。嗯，说的迈步头，这是要功夫的节目，是不好说。基础活，传统相声好几百段，嗯，现如今呢，反正叨叨叨叨有个二三百段还能在舞台上出现。哦，啊，还有一大批节目呢，濒临失传，或者是由于人为的原因，嗯。某位老先生会这几段，他去世了呢，就没人再说了，就失传了，就是很可惜，嗯，很可惜。所以说，我们抓紧的做拯救的工作，哎，因为你不知道，你看着挺壮，你不知哪天就完了，知道吗？我呀，你说完了往我这儿比划着。就举个例子来说啊，举个例子来说，但是啊，我认为啊，嗯、啊，您不至于，啊，那谢谢您吧。精神状态也非常的好，我还行，不是我捧您，嗯，你是准能活到死啊。什么话呀这是、嗯、谁不是活到死好好的活着啊，这么好的一个家庭你要是死了太可惜了。哦嚯、啊、家庭还好，从上到下又是全和人啊，父母双全都在，媳妇又这么贤惠，不错，儿子也非常的可爱，挺好的，儿子是真好啊。怎么了你这是？我一想起他儿子来我就高兴吧，这有你什么事？这里头我是特别爱他这个儿子，你喜欢，可爱聪明，是嫂夫人也是真好，嗨，嗯，长得漂亮，是吧？大高个，嗯，嘿，小腰一签儿，嗯，小脸蛋儿都不用去磨骨去，哦，下巴磕的倍儿尖，嘿，大眼睛，瓜子脸，每次见着嫂子都想，想葫芦娃会来救我的，哎，妖精。我媳妇儿是妖精是怎么的？没有没有，就是啊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有那个有那个古典美呢，叫啊古典美，哎，就像那画里边，就是小说里边那个，嗯、啊，那个《封神榜》里边那个人物，就是、还是妖精啊？这个《封神榜》里不见得都是妖精吗？啊，有妖精。最开始你像最开始妲己她不是妖精啊，她是后来让狐狸吃了才、哎。还是妖精？您说这个嫂子绝不是啊，温柔典雅、大方贤淑，反正不错，热情之极。是老话说得好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。这话有多的，见着嫂子咱客气气的。哎，嫂子好。哎，嫂子见我也是。是上家吃饭去。哦，啊，上家吃豆腐去。哎、嗯，什么话这叫？这叫怎么说话呢？嫂子炒菜啊，做麻婆豆腐做的是最好。怎么这么别扭啊？这麻婆豆腐，多少个川菜馆厨子上家去问嫂子这怎么来？学这个。嫂子跟人讲这怎么做、哦。嘿呀，色香味俱佳，都好。我就爱吃他做的这个麻婆豆腐。哎，您最好说清楚。哎，上家去焖米饭，炒几个菜吃，高高兴兴。嗯、吃完嫂子就高兴，嚯，今儿都没剩啊！啊，行，真捧我这手艺。哎，是洗澡吧？啊、什么？哪儿啊？就洗澡？新买的大冬枣。嘿，你瞧我们家吃的缺德玩意儿，是洗澡，洗澡那叫。你看看这人都小字眼，是非这个人太是非了。不是我是非，听着别扭。我说的有毛病吗？对不对？大枣咔哧咔哧一嚼倍儿痛快啊，知道吗？枣爱跟嫂子聊天、啊、知道吗？嫂子这个人说良心话心特别干净，嗨，特别干净，嗯，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她有点多愁善感。是吗？嗯，就跟林黛玉似的，嚯，心眼软。这么严重？心眼软。那天就是嗯，也是德云社演出，嗯啊，嫂子我一进门嫂子在后台那坐着，哦，坐那儿抽抽搭搭的哭了，哭了哟，这这么老实还有人欺负？是啊，怎么了嫂子？问问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两口子打架了吧？哎呀，跟谦儿没关系，不是这事儿。怎么了？谁惹的？您说。那说、啊。我说他们找他打架去啊啊？怎么回事？嗯，今买东西，售货员欺负我，还真有人欺负。你看我就知道有事儿啊？怎么回事？您说说吧。啊啊，我跟他好好说话，那售货员非让我滚。哎。这叫欺负人了，哪有这样的啊！我以后再也不上麦当劳买皮鞋去了。哎呵，那没打死你都不多、啊、这个就这么单纯善良。哎，这傻了吗？这不有单纯善良 啊, 啊，嫂子好人，这一家人说实在的可圈可点，那么值得说。包括他母亲，
傅老太太在我心中就是个学者，还学者，现在是退休了，是当年是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级讲师，对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，是老太太，你多顿去都是戴着眼镜举着放大镜那写东西，眼神不行，我都没看懂过，是吗？竟是英语外语翻译呢。哦，但是老太太不管多忙，热情之极。那倒是，咱们这一进门，老娘您挺好的，是赶紧啊，摘眼镜，热情嘛，笔什么都放下，是，来来上家来来，哎，什么味儿啊这是？哎呀，家来切来啊，啊呵，快上炕，别上刺儿去啊，哎呀，待会儿烫两钟酒，炒俩鸡蛋啊，吃饱了谁不吃饱谁是王八蛋，这什么话这去？这有这么说话？这什么学者呀？这是。这个享受国家特殊津贴，哎，对，这给错了钱了啊！有身份，有身份啊！什么身份？尤其老爷子，我们老头。嘿，一说你父亲，我打心里有痛快。哎，你别捋自个儿行不成啊？你这就没意思。不是您这说，不是咱俩就这个岁数都四十、啊，你比我大几岁对吗？啊、我不到四十，咱四十上下的人，这说两句话，您、啊、我谁是谁爸爸怕什么？是不是？啊、对，怕不行，真的不行，还是说一乐、啊、又不改户口本，你争争这干嘛呀？这改户口本我也得让啊！啊，不改就不改，行了，啊、不改，压根儿也没提改的事。这就是您各位别往心里去，这就是街坊辈儿啊！这街坊也没随着孩子们一块喊瞎喊，没听说过、啊，得拉倒，咱们单拎行不行？压根儿也没哎，咱们单拎、啊、哎，您别往心里去啊！啊，见着你父亲，如同见着我父亲是一样的。您这话就对了，老爷子这份儿的是吧？年轻的时候为家为业不容易，那是啊，上岁数了之后，嗯，也不是人呐，不能上岁数。怎么了？人老不以筋骨为能，是年轻时候老头多精神，嗯，大高个儿啊，呵，出来进去一阵风似的，呵，干活不知道累啊，那年轻、啊，哎，热心肠，谁家有事啊，准去、啊、帮忙。哎呦，这一走一趟胡同都关门，啊，什么人缘啊？这是，就怕你爸爸抢着给人干活去，哦，就不让，大伙儿都不落人。哎呦，就看老头，现如今老了，上岁数，岁数大了，嗯。人老不以筋骨为能，这别逞能了，一点都不假。嗯，他记不住现在哦，记性还不好。你说那回跟那个跟街上碰见他了啊啊，那是什么时候？我好几年了，这一说早了，好几年了啊。俄罗斯有一个芭蕾舞团呢，上北京演出来，哦，国外的票还挺贵的，嗯，挺贵的，打那剧场门口过啊，你爸爸攥着票站着乐乐，老头乐的都不行了，怎么那么高兴？我正打那过，嚯，这谁跟那儿蹦蹦蹦啊蹦啊！老头跟那啪啪啪，这是老了吗？这个啊，高兴就是兴奋那个状态啊！我赶紧过去给扶住了。啊，对，甭扶，这叫摁住了，这叫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啊！至于那买吗？这个高兴，老头也高兴啊！啊，哎，我今儿要不说上岁数人有时候跟老小孩似的呢？啊、怎么回事？我今天我成功了，什么事儿成功了？这个。俄罗斯芭蕾舞团来，这票多贵啊！是1800一张啊！我今儿把卖票的给耍了，怎么耍的呀？这看着都高兴 啊！就是啊，怎么耍的？对，买完了票我没进去看。哎，呵，哎呦，这是给人耍了吗？这个，哎呀，老爷子您是真可爱哟、啊！别拍了，好、改皮球了是怎么？给您句忠告啊，看看病去吧。哎，对。治治去，看看病去吧。啊、对，我有时候是想不起来事儿、啊、哈。我、哦、还知道，看看病去吧，看后边就是嘛。啊，拐弯去什么医院？嗯，瞧瞧去，跟人说啊。哦、我自个儿会，我跟您去。别、啊、别，跟我去丢人，我自个儿行。啊，自个儿去。老头自个儿去了。哎呀，行。到那儿挂号找大夫、啊，大夫看病。看病吗？啊，怎么不舒服？嗯，忘了。哎，我这就忘了。不知道怎么个不舒服哦，大夫乐了、来给您吃这个药，什么病就吃这药，我也不知道治什么的，哎，这好嘛，俩糊涂车嘛、啊、这是来好些年了，这药一直没用上，哎，好，给您吃吧、嗯、吃吧，吃完之后打这儿起这脑子呀啊更糊涂了，哎，那可不是更糊涂了，天天坐屋里认为自己还是20来岁的小伙子，幻想的年轻，其实70多了，上岁了，坐在屋里想我这个身体没问题啊，啊，我不能老跟家里待着呀，那是，我就出去劫财劫色。哎啊，70多了还干这事儿去？拿把刀哆里哆嗦奔银行了。嚯、哦！啊，你这要不说他脑子还够使呢？啊，这刀揣在身上 啊，揣在衣服里边，嘿，哆里哆嗦进。别给自个儿拉了吧，这个。进了银行了，保安过来，哟，大爷大爷、啊，什么事儿？忘了。忘了。啊，哆里哆嗦又出来了。嘿，好嘛，
干什么去了？到门口咣叽摔那儿了啊！这刀跟这儿蹭来一下子，哎呀，血下来了。你瞧瞧，保安给送家来，嗯，给人保安又送一锦旗，人民卫士。哎，这不神经病吗？这不浪催的吗？这不、啊、休息差不多，伤口长好了啊！一想啊，我这个岁数哪能出去劫财呀、啊？真是得劫色。哎，好嘛，还不如上银行呢，你。拿块手绢啊，找一小瓶子，也不托谁，给买点乙醚。这还真明白。拿着这个，啊，晚上出去找胡同啊，小公园，哎呀，看看有单身女孩下班没有。啊，真结。你说实在的，老爷子这精神状态、啊，就别这状态，就这模结谁去啊？啊，哎，前面有一姑娘啊，真有啊。那姑娘背着包下班往前走，老虎。这、啊，就别追人家了。哎。拧这瓶乙醚啊，啊，是一刀上速效麻醉的东西啊，对啊，经常用于医学上啊，啊啊，拧开了，哎，就别再洒了，倒出来了，倒好了，五，站住啊！姑娘不知道啊，一回头啊，老头害臊了啊，假装擤鼻涕，哎呀呵，给自个儿捂上了。再一睁眼，怎么样？早晨八点，早晨了，躺在小花园的长椅上，嗯，光着屁股。哎呦嚯，这让谁给劫了色了？这是碰见流氓了。哎，好嘛，把衣服给扒走了。那也没有这流氓。回来之后，可能是真冻着了。是啊，啊，原来一阵糊涂一阵明白，这回彻底糊涂了。哎，那就傻了，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哟，我上家还问去了。嗯，听说前些日子感冒了。嗯，啊，这都忘了，要了亲命。我是谁？认识吗？爸爸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别玩笑，别爷们儿，爷们儿，您是大辈儿、啊，您是大辈儿，您是谁呀、啊？嗯，我是皇上。怎么改皇上了？你想也不让出去，见天跟家看电视，电视净演这个了。哦，古装戏，他老觉得那是镜子。哦，那是我是那皇上。看镜子，你看，你哪儿的皇上？嗯，大清朝宋仁宗元世祖。这哪个朝啊？这是威廉二世山本希特勒。好家伙，全有这里头。哎，明白人都未必说这么利索，我告诉你。哎，对，何况不明白啊？尤其今年大年三十，全家都来了，老头高兴坏了。是啊，儿子、闺女、姑爷什么的、亲戚都回来了。嗯，大年三十聚在一块儿，团聚。老头高兴。嗯，众位爱卿。这叫什么话？你等年终回朝。朕心甚喜，哎，糊涂着呢。吩咐御膳房啊，烫饭，烫饭，准备豆汁啊。皇上有吃这个的，炒菜，一会儿大排宴宴。呵，你母亲挺高兴。哎，好，哀家这就去。哎，这好，他比那位还糊涂呢。啊，嗯，这几个儿子站那看着。哦，哎，大太子，这怎么办？哎，一家子这样，你怎么办？随着老头说吧。啊，让他高兴啊。老爷子，咱吃饭吧。嗯，等着。等什么？先祭祖。嚯，还祭祖？祭祖啊！其实啊，年年家里边有祖宗牌。是啊。哎呀，今天又拿出来，老头擦擦，拿笔来重写。重写。重写，描一下。哦。有那个金粉。嗯。于门列祖列宗。哎，对。哎，老头写。嗯。别人写不让啊，非自个儿。恭敬。于门。嗯。杰列夫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写不脑子串于门街列夫，改俄罗斯人了。啊、就是这几位太子跟公主都傻了啊！别提这太子和公主了，啊、那就这尤其这几位格格呀，还格格呢，就别说格格了。老太后也进来了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嚯、哦，没事没事，您忙您的，忙您的 啊, 啊！那个什么太上皇这要祭祖，哎，好嘛，祭祖呗，祭吧，墙上。订一小板儿、啊，待会儿把这个祖宗牌搁在板上，挂上。别人不让，老头自个儿来，都得自个儿，都别来，我来。啊、他自个儿，我能不就三蹬那小梯子吗？嚯，还上梯子？寡人没问题。哎，行了啊，别寡人。你们要不相信，寡人出去劫个色给你们看。哎，行了，再回非死了不可。啊、上这个，嗯、啊，哆了哆嗦啊。好家伙，两边这几个驸马搀着。驸马，就是您的姐夫。您还真能弄得清楚、啊、这玩意儿。陛下。陛下慢一点，哎呀，慢一点啊！啊，行了，拿着这个啊，啊，拿着这牌一摸这板儿有点松，没安，这祖宗这牌位 啊, 啊，搁着腿这儿，夹俩腿之间了，夹住了啊，把那个榔头给震，哎嘿，没有皇上要榔头的，啊、寡人要卸呀，嚯、啊，当，哎呦，当，定完了，啊，忘了这祖宗牌在哪儿了，哎。什么记性？哎，啊，
这孙子哪儿去了？这什么话呀？骂上了，贼性真不小啊！有这么说祖宗？跑不了啊，罐里跑不了瘸王八。哎呀，一低头，哟，怎么着？我这是骑着马找马？什么话呀？摆好了啊，众位亲家来，随寡人一同祭祖。哎，还祭祖？跟这儿磕头吧。啊，磕仨的，磕俩的，磕八个，全有啊。那么些个都磕完了啊，都坐在这儿啊。嗯，那边那个太皇太后把菜就预备好了。您别提这太皇太后啊，来吧，太上皇先说两句吧。这还真清楚。众位亲家，啊，这不是过年了吗？是。送去一点新年祝福。嚯！啊，嗯，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怎么样？能挺过2012。哎呀，嗨！啊，来，随寡人共饮 啊，一块儿喝，这儿喝着，嗯，待会儿旁边的饮料也拿来了，搁桌上。哦，什么叫可乐、橘子汁儿啊？碳酸饮料都摆好了。哎，那个父王，您看，嗯，您用哪一支啊？还哪一支？我都看，啊，我来瓶，来瓶动脉喝。啊，您先等会儿，您来不来瓶静脉喝啊？动脉冲，不没听说过，那叫脉动。哦，好，他哪懂这个去？啊，喝。一会儿吃饭喝酒，老头很开心啊，很开心。哎呀，吃差不多，酒劲儿上来了。嚯，哦！我要吟诗。哦，还作诗？我先吟诗。啊，嗯，世人笑我太疯癫，你瞧这都知道。我笑世人，嗯，怎么看出来的？哎，好，就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这个，众位亲家，请。请一块儿喝，哎，什么格格呀、驸马呀、啊、太子啊，啊这些位都跟着一块儿喝酒，啊，高兴。老头喝得很开心。哦，夜里12点，啊，你母亲过来，陛下啊，随哀家睡觉吧。什么词儿啊？不是，这年三十啊，你让他熬一宿都熬不了。岁数大，因为年初一呢，还得给人拜年去呢。嚯，老头讲的这个啊，啊，讲的必须大年初一，尤其街坊四邻啊，都得转遍了，有老理儿。哎，不让跟着，自个儿行，啊，自个儿去，寡人自己可以。啊，寡人早晨起来穿好衣服，嗯，朕要拜年去了啊，众卿家退下，哎，就回去吧，啊，全家人这，哎呵哈，真按清朝老理儿走啊，出来了。其实这整个这胡同里就两三家小胡同，没多少人。进对门这家，这家人家正经的啊，啊，人家过去是有皇室血缘，哦，宗室，哎，那清朝那会儿人家家里边祖上 啊，跟皇上是本家，哦，那是，啊，人这家主人叫爱新觉罗渊人，哎，这啥？这不是真的，合着啊，不是人就这名字啊，叫冤人。哎呦，进来了，一进门，爱卿，嗯，过年好啊，爱卿过年好啊，冤人过来了，哦，劫财劫色，哎呵，咱就别笑话人了，这啊，哎，劫财劫色，要了亲命，爱卿讲的什么呀？哎，对，这就忘了，您不是拜年来了吗？啊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嗯，那个我们家这屋大，哦，领着旁边那屋，嗯。人家家过去跟皇上沾本家，人知道屋里边墙上挂着历朝历代啊，家里一辈儿一辈儿的祖先都有，真有牌位。哎，打大清进关头辈皇上福临，打那儿开始啊，嚯，打顺治开始啊，了不得。你想一个皇上还多少妃子呢？啊，挂这么些画片，全是牌。哎，头一辈的老祖宗。哦，啊，你爸说，哟，这是老祖宗，我得磕一个。还可以。老祖宗给您拜年。可以。起来了啊。哦，这是头一辈的祖宗奶奶。哎呦，哦，头一辈的祖宗奶奶。也磕啊！你想啊，一个皇上带40个娘娘啊，嚯，哦，磕完了，全磕。这是第二辈儿，第二辈这刚一辈儿啊！你算吧，一直得磕到溥仪啊！我的妈呀，磕了4000多个头！好家伙，啊，你爸爸出来，那脑袋都是磕的啊！哎，那都是磕的呀！出来一摸脑袋，嗯，朕有点如来这意思。这呵，全是包了呵。啊，这不行 啊，人家家是皇上，咱们家也是皇上啊，还是皇上。朕昨天晚上还一块儿跟文武群臣吃饭来着，这怎么想的？不行，我也得买这祖宗画片去。哦，也买去？那是人家自个儿画的呀。是啊。啊，去吧。嗯，人家年纪大年初一，书店还没开门呢。关张。但是有那个杂货铺，哦，卖挂历的，嗯，卖那个挂那个什么吊签啊，各种都福字儿，卖这个小铺。哦，开着门呢。那个掌柜的，怎么着？给朕拿点画。哎，对，能听得懂没听明白啊？要什么您的画？嗯，贴屋里边那个，嗯，那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一个男的好些个女的，那个就是男男女女的那个，就很乱乱哄哄的那个。哎呀，掌柜的吓坏了啊！大爷您要什么呀？就是那个
他想给人介绍啊，说那个、我们街坊那家啊，什么乾隆的呀、啊、顺治的、啊、什么，说半天坐台那，哎呀，我都说不出口，干嘛说不出口啊？他哪说得上来啊？清朝这些皇上，那叫说不清。他那嘴，我这说不出口。哦哦，反正乱乱哄哄，你就拿有男有女，有男有女，就越乱乎越好。哎，就要那玩意儿。嗯，这位呢，也确实也亏着心呢。是啊，进了点这方面的画片哟。也有人体艺术，什么都有。嗨，有让卖的，有不让卖的。啊，大爷，您真要啊？嗯，寡人绝不打诳语。嗨，就别寡人寡人。那陛下要多少？哎，真随着说，多少都行啊。全要。行行行，弄了一大卷子，记好了。那个，您可别街上打开。您放心啊，街上我不看，家来人再给他们看。嚯，给人钱回家，到家搁在那儿可没动。哦，没等着等冤人来呀、啊！哦，转过天来，爱新觉罗冤人来了，哎、拜年来了。哎，陛下呢？哦，陛下在家没在家？双节去了。嗯、哦，双节去、哦？什么叫双节去？劫财劫色去了吗？哎，就别提这个了，这还不如双规去了呢。这个、啊，他不够那个身份。哎、陛下双节去了。啊啊，太皇太后过来了。啊，哟，没有，在内屋等您呢。啊，念叨一天了。哦，快、哦、赶紧、嗯，拜年拜年拜年。你爸爸站起来了。哦，爱卿少礼。哎，这爱卿少礼啊！嗯嗯，寡人也预备下了。嚯，你看看寡人的老祖宗。哦啊，你准备磕头吧。哎，好吧。冤人心里咯噔一下子啊，坏了，人家有防备啊。是，看看人家老祖宗吧。嗯，等着。哎，让你瞧瞧朕的老祖宗。多了多少？你准备磕头。嗯，看看我家老祖宗怎么样？哟，老祖宗还没起呢。谢谢谢谢，哎呦，送花来来，来哦，来抱抱，来，哎呀，什么叫抱抱？翻过来，姑娘，帮我们接一下吧，哎，好吧，帮我们接一下，哎，快来快来快来，哎，离太远了，谢谢谢谢谢谢姑娘啊，谢谢谢，就放这儿吧，来就来吧，还花钱，嗯，你知道我救活了多少个卖花的了？嗯，其实今天现场观众比咱们热，都热啊，是不是啊？心静自然凉，知道吗？你看我这心静，我这汗都下来了、啊。你静得下来吗？这挺好啊。你干我们这行就是啊，不管什么冬天夏天，对我们来说都一样。哦啊，你没办法，演出嘛，这是工作。嗯，所以我们尽量多说一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，来弥补一下您各位啊。拿这个弥补啊？其实哪段都不让播。但是艺术的好与坏不能用播出来作为标准，这倒是。我们跟您各位，咱们就是将心比心，哦，拿您当我们最好的朋友，哦，什么叫朋友啊？啊，朋友要换来一边大，一边大。您各位花钱了啊，您坐在这儿，天还热，您捧我们了、嗯，我们怎么办？好好说，尽量多说，让您开心，这就叫哥们好，换来一边大。哦，就跟咱朋友圈似的啊，啊，你屏蔽了我，我一定屏蔽你。哦，就不加他了。你看，这都是朋友吗？朋友圈对不对？你能看我的，我也能看你的，嗯，对吧？凭什么你能看我的，不能看你的，对吧？嗯，就好比说咱们洗澡去，我们都光着，就你穿一裤衩，你是搓澡的，是怎么着，是吧？嗨、哎，没有这么比的。朋友好，要换了一边大。嗯，啊，我们哥俩也是如此，啊，都一样。这么多年来，关系特别的好。是，而且我老觉着谦儿哥对我帮助太大了。您太客气。整个相声里边，郭德纲只占20%。哟。那80%呢？于谦和他的父亲、媳妇儿、儿子、哎，好嘛，他的家人，哎呀，全说他们合着啊。有人说过，这郭德纲一说相声，怎么老提人于谦他们家里人呢？啊，列位，说句实在的话啊，嗯，甚至包括好多人问我，你老说谦嫂如何如何，嗯，你以为我说他，我就这么痛快吗？啊，是是啊，是啊。干这行没办法，嗯，你演的就这活儿，应的就这差事。是我当初小时候说相声，捧哏出身，站在桌子里头，哦，也是这位置。桌子外边这个说我说了10年呢，哦，他媳妇如何，他爸爸如何，他儿子如何，嗯，这就跟唱京剧似的，嗯，比如说你唱的是小生，嗯，你95岁了上了台，你也是儿子呀，对，唱老生这个6岁挂个胡子上台，他演的也是个爸爸呀，嗯，应的这个活儿。这是假的，没错。不要认为说我跟谦儿嫂，我们就别那样，真的。谁那样呢？
就你这么说呢吗？不是老这么说，回来真传到他耳朵里边，不合适了。哎呦，现在就够呛了、啊嗯。观众喜欢您、爱您，才会有人给您打抱不平。是这样。谦儿哥往台上一走，你听这大哥说了吗？这是大哥吗？这个，啊，这听着像是男的声音啊。无论跟哪儿演出，啊，只要说一报完幕，于老师往外一走，全场观众、啊、啪啪啪，真的，干嘛呢？跟这儿。鼓掌啊！观众热烈鼓掌，啪啪啪！你们就鼓三下是吗？这掌声，这是鼓掌的声吗？就是观众喜欢您、爱您，知道吗？哦、挺好啊、嗯！我这些年来，我要念于谦老师的好处。你又来了。我最没辙的时候，他在我身边。哎，那没。最落魄的时候，他在我身边。哥们儿。遭人陷害被排挤的时候他在我身边，是所以特别想问问你啊，是不是你放的我？哎，好的，我也没赶上好时候，反正我认为啊，吃点亏其实是好事。是吗？玩笑说玩笑，老一帆风顺不是好事。哦，雷霆雨露俱是天恩。嗯，人这一生什么事都得经过，尤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健康。哦，还是健康。哎呀，有的时候一进后台一看于老师坐着抽烟呢，啊，我就能看出来今天身体不好。我这抽根烟有什么身体不好的？感冒了。你怎么瞧出来的？一个鼻子眼冒烟。你瞧这观察还挺细致。嗯，就得赶紧提醒。啊，那是啊，注意身体。哎，少抽烟。嗯，多休息。嗯，不要喝酒。哦，不要烫头。哎嗨，跟烫头没关系。你看这玩意儿，有时候烫头时间长了，影响体力嘛，是不是？啊、人呐、嗯，最重要的就是健康。哦，你趁说两眼石油，八座金山，你不如身体健康好。那是，而且跟身份没关系。什么叫身份？哎呦，这个人大腕著名演员，他也得感冒发烧，也得得病。我有个徒弟叫岳云鹏，啊，这都熟悉。啊，你也挺有知名度。啊，那回住院了，因为什么？这儿开刀切小瘤子。哦，好像还是有过新闻报道，有熟悉的观众会知道这个情况啊。就这儿长一瘤子，嗯，开始不丁点越长越大。哎呦，那年刚上完春晚，上家串门来啊，我发现的。怎么发现的？春晚结束，上家来开心呢，高兴。师傅，我上春晚了，我这个我那个。嗯，孩子高兴，陪着孩子说呗。是，越说越高兴。嗯，他把鞋脱了。哦，这盘腿上沙发了。他把鞋一脱呀，啊。我20年的鼻炎好了，这得多刺激啊！这个都看不见了，我都啊，至于吗？旁边那屋就是洗手间。哦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嗯，我给你摁马桶里冲走吧。好家伙，摁了3下愣没下去。嗯，我心说人这个脸太大了。嗯，瞪上了一看，这有一疙瘩。好，合着这疙瘩卡着呢。嗯，上医院查查吧。嗯，到医院大夫就留下了。做手术太危险了，尤其这儿、哦、这个脸上的神经线多呀。哦，有点事怎么弄？嗯，一说做手术把他吓坏了。小岳呀、啊、吓得他连家乡的方言都想起来了。哟，他是河南人呢。哎呀，我的天爷。哦，这个咋办嘞？哎呀，动手术嘞。啊，那个大夫不错。怎么跟的是老乡，也河南人。哎，这别害怕，我不要紧，有我嘞。哦，你瞧，有你又管啥用嘞？我也害怕，我是第一次做手术。哦呀，你这叫啥话？怎么？谁不是第一次？啊，这就更可怕了。这个全是第一次。推到手术室啊，打一针麻醉。哦，手术之后很成功。那就好。推出来苏醒之后一问，嗯、啊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不错啊，这儿都不疼。好，嗓子疼。怎么动这儿嗓子疼啊？给他做手术啊，名人呢、啊哦、来了好多小护士跟着一块看着观摩。手术成功了，这帮护士一鼓掌。嗯，大夫太高兴了。哦，翻了个场，把扁条线切了。哎，没听说做手术还翻场呢。嗯，所以说得病不得病跟身份没关系啊。对，你看我们今天这主持人谁？侯震，有认识有不认识的啊。哦，侯爷知道哈。哎，都熟。今天这主持人，嗯，他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。哦，少侯爷侯震。对啊，这个人前两天也住院了。哟，他怎么回事啊？嗨，侯震是个好人，不贪财，不好色，不争名、嗯、不夺利，没毛病。只有两个爱好。
什么呀？一个是好吃，哦，反正对他来说就没有不能入口的东西，全能吃。比如说今天其实台上我们是四个话筒，我他吃了一个，在后台正嚼呢。哎嚯，还说了、沈阳，哎这这还。牙口好，爱吃。嗯，第二个爱好就是爱说话。哦，好聊天。他这个说话是不用理睬，可以不理他。咱们要说话有一句没一句的，我跟你说你要不理我还得问你，你怎么不搭茬啊？对呀、他那个不需要，不搭茬也行。哎，你随便，你坐着睡觉也行，你干嘛都行。嗯，让他说就行。哦，前两天说的我脑浆都沸腾了啊！买张机票，给送了三亚去了。哦，海边上再回来一瞧啊啊，牙都晒黑了。哎，好家伙，还说呢，冲着太阳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好，过瘾呢，他这就这么个猪。前两天侯爷上医院了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出去吃顿饭受伤了。吃顿饭有什么可受伤的？嘴不好啊，还说呢？来菜了，往这一放，哦，腰果鸡丁，这菜很普通啊。侯爷这话就来了，说什么呀？这菜叫腰果鸡丁。哦，那就爱吃腰果鸡丁，这味儿还真像。因为这里边腰果和鸡丁，所以它叫腰果鸡丁。这不是废话吗？这腰果呢过油，然后搁在嘴里嚼，嘎吱吱嘎吱倍儿香。哦，倍儿香。嗯，鸡丁过完油，搁在嘴里嚼，嘎吱吱嘎吱倍儿香。这能是一个口感吗？这个我就爱吃腰果炒鸡丁。哦，嗯，但今天这菜有问题。怎么呢？有几块肉看着不像鸡丁，哟，像肉丁。哦，当然腰果肉丁也不难吃。是，腰果过完油一吃，嘎吱嘎吱倍儿香。还是倍儿香，肉丁过完油，嘎吱嘎吱也倍儿香。这嗨，都一个味儿。但如果我想吃腰果肉丁的话，何必我再点了腰果鸡丁呢？就是因为腰果鸡丁比腰果肉丁好吃。哦，当然了，嗯，有两块鸡丁，有两块肉丁也无所谓。哦，你这腰果里边还花生呢，怎么那么乱呢？这菜。当然了，要花生鸡丁其实也挺好吃的。啊，你花生过完油一嚼，嘎吱嘎吱倍儿香。嗨，鸡丁过完油，嘎吱嘎吱倍儿香，倍儿香，也挺好。那直花生也行啊。啊，这里还有松子呢，是吧？好家伙！来回叨叨这七八样东西啊啊，说了40分钟啊！哎呦，整个世界都凝固，就听他一人的了。后厨炒菜的下不去家伙，哦，挨着他旁边吃饭有一主要一个牛仔骨，哦，拿小刀要切牛肉，嗯，哆嗦半天下不去，听得心乱啊，实在没辙了啊！我去你的吧！啊，好家伙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刀给侯爷扎屁股上了。好嘛，下狠手了。侯爷一回头，嗯，我点了腰果鸡丁。哎，还说呢？好家伙，这不疼啊？是怎么的？我就爱吃腰果炒鸡丁啊，因为这腰果锅又干吱吱干吱倍儿香。行了，全饭馆人都起来了啊，把刀给他拔了，嗯、啊，抬出来送到医院去了。赶紧去吧，你屁股上扎一大窟窿啊？那还不是得缝针呢？啊。来到这医院，趴下把裤子扒下来，嗯，人大夫拿那酒精棉给他消毒啊，就得这过程，擦了30来分钟啊，哦，那么长时间，侯爷害怕了啊，怎么的啦？嗯，您是侯老师是吧？啊，戴眼镜，大夫戴眼镜，哎，都说您爱说话，是我有小建议，您说，您以后拿说话的时间啊，您就抽出20分钟来啊。洗洗澡吧，哎，好嘛，这擦泥呢，这20分钟，这大黑屁股蛋子，好，让这大夫擦出一小白圈来，嗯，哼，8斤棉花，嚯，全擦下去了，大夫连被我都拆了，给他擦，哎，洗洗去吧，这一句话把他勾出来了，是吗？趴在那儿，哦，你以为我乐意来呢？不乐意吗？我今天出去吃饭去了。哦，你猜我点的什么菜？哎，对，这就要入正题。凉菜你别问啊，别问凉菜啊。嗯嗯嗯，我点了一腰果鸡丁。哦，我就爱吃腰果鸡丁。哎，行行行，腰果一罐又干这事儿。行了，又说一遍，把刚才这又来一遍啊。啊啊，大夫这汗呢哗哗的，说了40来分钟啊。对，你过说完了，嗯嗯，我这好缝啊。嗯。你要不说话早缝上了，哎，对，净听他的了，缝吧。啊，一出汗，戴上眼镜掉地上，嗯，啪碎，哟，这眼镜13000度，哦嚯，拿显微镜的镜片改的，好家伙，掉了这眼镜，这大夫几乎就看不见了，那就没法做缝了，那就。但是这个大夫非常的敬业，这跟敬业有什么关系？凭感觉缝，
这怎么凭感觉缝啊？哎啊，反正屁股上是个眼儿，就给你缝上呗。哎，好嘛，那一样嘛，那个对吧？啊，摸着太是哦，好行好，还不小，啊、就是大啊。哎，走你，我这缝，嘿，针灸还挺大。哎，那是，嗯，缝结实点的嘛，哎，啊、一点气儿也别漏，嘿。哎这是漏气儿用的吗？这，嗯，缝完了吗？哦，拿牙咬啊！这太不讲究了，这个。站起来吧！啊，侯爷提裤子站起来。哦，怎么了？不对，嗯、啊，说话怎么发紧呢、啊？哎，这个，这回兜得住底气了，这回。哟，嗯、啊，你缝这是我自己带来的那个呀？嗨、哎。我说缝错了吗？这怎么办啊？一摸缝在这上面还有一个蝴蝶结。这蝴蝶结是怎么回事？大夫原来干十字绣的。哎呀，全赶一块了。我们这好几个最近都住院了。还有谁呀、啊？还有一个叫孙悦的。哦，就是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。哎，捧哏的，站桌子里边跟桌子一边宽。啊啊，将近400斤啊。孙悦，嗯，他那裤衩脱下来要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嘛用的。哎，这没型这玩意儿。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，哎，对，怎么搭怎么有，嗯，大胖子啊，前些日子出事了，他怎么了？一回家媳妇跟他说，说什么？孙悦，嗯，那个嫁给你那么些年，怪对不起你的啊。怎么了？也没给你生个孩子，哦，这回给你道喜，对，你要当爸爸了，嘿，预产期的下礼拜三啊，这孩子是他的吗？这个，不是他的还是你的啊？别瞎说、啊、我以为破案了。预产期下礼拜，太近了，下礼拜三或者下礼拜四吧。嚯，把孙胖子美的呀，高兴，推开门，好啊，嗯，我要当爹了。当爹了？要当王八了是吗？要当爹了，说清楚。出去跑一圈啊，那天正是去年北京下第一场雪。哟，那场雪可大，胖子在雪地里高兴了。哇，跑步热情啊，高兴啊，嗯，跑了10分钟啊，嚯、哦，跑了1米多，哎，这好，动不了地儿呢，就叫，往外一出溜，啊，也不知谁堆了一个雪人哦，胖子高兴了，啊，哦，我要当爹喽，咣，踢这雪人，哦，咔，怎么了？腿就折了，踢个雪人腿能折了吗？雪人堆在消防栓的外头，这呵，谁这么缺德呀？这是。大腿就折了，那还不折？400斤就歪在这儿了。哎呀，雪越下越大。哦，谁打那儿过都是，嘿，这雪人真可爱啊！还可爱呢，鼻子眼还冒烟呢。哎，这真人那是。夜里12点才发现啊，抬回家扔在床上化冻、哦。好家伙，凌晨4点半才化开。哎呀，啊，疼啊！那是一较劲，一翻身，打床上掉地上了，哎、还摔一下，当当当，还弹呢。地上好几个油印儿，哎呦，太腻了！送到医院吧。啊，大夫赶紧来。哎呦呦，好家伙，翻身摔坏了啊！什么时候翻的身呢？嗯、啊，1949年。哎嗨，谁问你解放那年了？问您打床上翻身那年。人大夫也挺客气哈。啊，你要死啊？对对，摔晕了呢。拍个照片吧。啊，这腿摔折了，拍片子。这得拍。大夫一会儿拿来了。哦。孙老师，看您这片子啊，好家伙，够厉害！怎么这儿折了？哦，这是粉碎性的骨折，还挺严重。这是抻了筋了。嗯，你看这是软组织挫伤。哎呦，伤筋动骨100天。嗯，安排住院3个月，应该的。他说不行啊，怎么呢？下礼拜三预产期啊。哦，他媳妇生孩子，要生孩子。嗯，大夫能快点吗？啊，等10分钟。哦，10分钟之后大夫又来了。嗯，看这片子啊，怎么着？好了，我这儿好了，这儿也好了。耶，好了，这都好了，好了啊，好了。怎么这么快呀？我看你太着急了啊！我给你 PS 了一下。哎，没听错，片子 PS， 这伤怎么办呢？这糊涂车子吗？这不是？听到这个消息，于老师找了去了啊！你要死啊你啊！我得说说他，上医院找我呀！啊，那边那家医院不能去，怎么呢？那是曲艺团的三产。哎嚯，大夫都是那帮说相声的，卖不出票去当大夫似的。哎呦。来吧、啊、我带你上这家医院吧，这边好啊，这家医院跟我有交情，你看看我们家好多亲戚都是死在这儿的。哎，这好嘛，
这交情这么建立的感觉。弄个三轮车啊，给孙胖子拉着到医院，送医院去。院长、大夫、主任都出来了，怎么那么高兴呢？谢谢于老师，哦呦，给我们送猪来了。啊，这不是，你别胡说八道。孙老师，我师弟，哎，这孙老师有问题要动手术，哎，请，嗯，直接抬到手术室。这直接去了，这是您的面子，中间环节全免。哎呀，什么叫挂个号我们都没有啊？那是进手术室，嗯，给胖子扒光了，嗯，放在手术台上，要动手术，打开无影灯，呵，大夫们消毒洗手，戴手套口罩，准备齐了。嗯嗯，手术台旁边有张桌子，这桌子是于老师坐在那儿，嗯，吃涮羊肉。哎，人这无菌似的，我在这吃涮羊肉，就说您这个身份呢，哦，坐着端着杯，我还喝。哦，拿筷子涮肉，呵，吃不在乎，吃。哎，这儿请麻醉师，麻醉给孙胖子先麻醉。哦，麻醉在尾巴骨这儿，尾椎这儿。嗯，这一推让胖子侧着身。啊、哦，麻醉师来了，先拿个圆珠笔啊啊，在胖子尾椎这画个圆圈，画圆圈干嘛？写上，嗯，争取打中这儿。哎，嚯，没谱啊他。护士们也都接过笔来啊。肯定会成功，嚯！老天保佑，唱喜歌，会有一次打中的。哎呦，我赌300块，就别下注了呢，没谱感情。拿过针来，嗯，扎上打针，针好，行啊，一针下去腿木了，那就成功了，没有知觉了，半身麻醉。大夫说来啊啊，跟孙老师谈谈手术费的问题。哎，这好嘛，你是怕他跑了是怎么着？别啊，你这是谦哥的朋友，我的哥们儿啊。于老师，这是您的朋友吗？我告诉他呀。嗯嗯啊，我就别喝了吧，这眼瞧动手术了我。好极了，哎呀、啊、看在于老师面上那就算了吧。来，就是上身麻醉。哦，又扎一针啊，上身麻醉全身的。孙胖子昏睡过去了。哦，四仰八叉躺好，开始吧，消毒都完事了啊。大夫拿手术刀，嗯，在肚子上开膛。哦，刺儿，肚子拉开，拉开了啊！问护士们，嗯，什么病？哎，后问呐！护士们看看啊，赶紧说，腿折了。哎，对，早干嘛去了你们？这你们告诉我一声啊！哎、你没问呢，这切开怪麻烦的啊。那事儿闹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于老师啊，于老师怎么着？你还添点什么不添吗？哎，就没听说过，添也不添他这里头的。于老师，哪啊？啊，对，别喝了，我就这要出人命了。拿针，干嘛？哪儿的事儿去？您不说一声啊？给他缝上。哦，你瞧，还真细致。嗯，火这么快呢？赶紧。哎，好嘛。那大夫又调这医院来了。缝好了。嗯。孙胖子苏醒过来了。好。哎呀，谢谢大夫们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是是。谢谢护士小姐们的周到的关照。嗯。也谢谢院领导。嗯。要是。哎。瞧见了。这个谁给我解释一下。哎，对。这开膛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个啊啊，孙老师是这样的，你说说说说，您这个腿关节有问题啊，所以我们的手啊得从您肚子里进去拧着。没听说过，他能信吗？这个他这还行，嗯、啊，他这是不得已住院。哦，要赶上高峰是上赶着住院，是有上赶着的吗？这德云社有一个叫高峰的都知道吧？啊，高老板，哎，都知道，都一会儿就来啊，高老板，嗯，高老板这会儿高老板正在后台啊啊，来回溜达呢，干嘛？走着走着，嗯，哎，别、哎、别、哎，他还没到那岁数呢，嗯、我看他跟后台是抖了，哎、这个啊，一会儿又他高峰啊，这他没来我能说啊，高峰是我兄弟，是，但高峰啊是我认识人里边心眼最小的了，怎么叫小心眼呢？就怕死，哦，惜命，每天上医院最少两次。一天两次，哎，上午一回，下午一回，嚯、哦，哎，有时候心情好呢，去三回，啊，这还看心情。哎，一进医院，大夫，高老师又来了，啊，哦、高老师来比我们还早呢，哈，嚯、哦，啊，今天打算得点什么病啊？哎呀，打算啊，老怕死，哦，那个我来是有问题的，什么问题？你看我这手了吗？啊，我这个手指折了。嗯
哟，怎么折的？食指折了啊！嗨，啊，强迫症，这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？你看，你看这几个了吗？你看啊，一撅就响，嗯，你看，嘎嘣一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个呢？这个不响哦，你就愣撅折的呀？这是，对自个儿太狠了，这也。你这怎么弄啊？给他接上，弄好了。哦，下午又来了。嗯，大夫，我又来了。这回大夫说下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？好的，大夫，我很害羞。你说说，这有什么害羞的？您是我们这常客啊，您送走了三个院长了都。嚯，您怎么了？说说吧。我聋了，聋了，怎么会聋了？可不聋了呗。怎么是？你说，你听不见吗？听不见呐。啊，声大声小不管用啊。啊，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有好几天了。嗯，我说的话听不见，滚蛋！哎，这纯粹起哄。你怎么会听不见？不是，我没说完呢。你说清楚了。我是选择性的听不见。怎么叫选择？不是，我有点害羞。比如说，我听不见自己放屁的声音。哟，这也算是病。大夫说我干这行一辈子没听过这个病啊。给你吃这个药啊。这药吃完了就听得见了。这药吃完了屁声大。哎，不治上头治下头，感情那点奇葩都在我们这儿了啊。转天又来了，这回大夫您好又来了啊！哦，今天上午打算得点什么病啊？嗯，我那个便秘哦，五六天没上厕所了，是吗？大夫说你是不是吃了红糖人参了 啊？这没有，这玩意儿都连着的是吗？您这个啊，有没有啊？嗯，高夫说没有，不是，确实是五六天没上厕所了啊。大夫给开了两盒开塞露，这是对症。下午高峰就回来了，怎么了？不管用，开塞露不管用。当然啊，开塞露是挺好喝哦。这嗯，不灵啊。废话，你喝了它能灵吗？那个，把大夫气的呀啊！我给你开一疗程电钻怎么样？哎，没听说过。你这样的干脆你去验个尿去吧。哎，全身检查一遍。全面检查，甭废话，开单子验尿啊。你说验尿，高峰出来眼泪下来了、啊、怎么了？哗哗流眼泪，至于吗？拿着那塑料碗验尿那个啊，没有尿啊。嗨，早上没喝水，没有尿怎么办呢？ 啊打那边来一熟人。谁呀、啊、孙悦的媳妇儿。他干嘛来了？不要生孩子吗？啊，产检啊。高峰啊，嫂子，哎，碰上了，你也来了，嗯，哎，你怎么要哭啊？啊，让我验尿，没有尿。嗨，嗨，嗯，嫂子这儿有，倒给你点。没听说过，这能混着用吗？这，嗨，说相声的娘们还管那个？哎呀，太鲁了，这，啊，去吧。哦，嘿，谢谢嫂子。哎，嫂子您等会儿干嘛？嗯，不一边多是吗？哦、给您这啊。哦Cheers！ 哎，干杯呀！我得把那锅子拿出来，你们这儿涮会儿行不行？谢嫂，大恩不言谢。嚯、哦！嗨、哎，这个您，你是喝的好常来，这是喝的吗？那个，拿这杯验尿去了。哦，一会儿结果出来了，怎么样？高峰，嗯，怀孕。哎，对，那肯定是怀孕。坐在医院的台阶上，高峰哭的都不行了，能不哭吗？你们看看呐，啊，高峰，嗯，怀孕，是我恨死于谦了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骗我说不会怀孕呢。哎，去你的！谢谢啊，谢谢。仨姑娘跟着，是姑娘哈、啊，多新鲜呢！喊于老师我爱你，这仨人啊。好，谢谢谢谢，你看也有爱我的啊，爱我那个长得一般啊。你摇号去，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啊？我们这女主持都跑了仨了啊，谢谢吧。于老师在家已经叠被了，你看看，我叠被过日子人。这个刚才这俩人大伙都看见了啊，啊，一个是给观音看后山的王耀宗，一个是披头散发的朱汝昭啊，挺好，年轻有膀子力气，是满台飞呀、啊。是他们说，民间给王耀宗还起个外号叫小万人迷，哦，还真有这名字。嗯，清朝末年在北京有两个万人迷，哦，哎，一个是这个说相声的前辈李德阳先生，外号叫万人迷。对，还有就是八大胡同有一个万人迷。这个他叫小万人迷，小万人啊，
挺好，嗯，观众也爱听，风格很火爆。对，你让我们俩现在照他这么说，嗯，就觉得累了，哎，不能这么演了，岁数大了，嗯，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相声？对，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不是前几年。是吗？包括他媳妇还说过，嗯，你现在体格不如原来。是干嘛非他说呀？干嘛非他说呀？这他那会儿，你想啊，十几年前、二十几年前，嫂子看我们俩演出时候，台上小伙子正精神的时候啊，现在站在这儿，俩人跟俩老头似的。是，所以嫂子也是有感而发。哦，因为这个，哎，这个解释太好了。哎。甚是美妙，哎，幸亏解释出来，那错不了。说秃噜嘴了，谦儿哥也不会恨我。那是一起快二十年的交情，嗯嗯，真的啊，就是在我最不如意的时候，嗯，你在我身边，那是哥们儿。没犯辙的时候，嗯，你在我身边，看的是交情。分文无有，嗯，你在我身边，就这仗义。同行排挤，嗯，你在我身边，这都应该的。这么多年，特别想问问，嗯，是不是你方的我？哎。我也是没赶上好时候，没有你我可好了，嗨，有了你我倒这么些个霉啊！玩笑说玩笑，打小一块长起来的，没少占人家便宜。那倒谈不得。跟谦儿哥在一块，我说句良心话，嗯，几乎没有花钱的机会，啊，也用不着你。家有钱，一块吃个饭，咱这还努力的掏呢，嗯，这300块钱都攥出水来了，哦，啊，还跟人客气，来我结账，嗯，人家掏卡，嗯，刷我的卡，啊，我就刷卡了，出去喝个茶，人家也抢着，嗯，刷我的卡，哪儿都能刷卡，不管什么消费，谦儿哥刷我的卡，哎，时间长了，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泰国人，这跟泰国人有什么关系？刷我的卡，哎嗨。那是说刷卡的吗？那真有钱呐！嗯，当年我记得我刚有 BB 机的时候，嗯，我一说 BB 机，我估计得有个得40岁往上的人了哈。还，哎，真是小年轻的不知道了。现在没有传呼机，嗯 ，BB 机啊，就这么大一小玩意儿。嗯，最早是数字，对，数字的，一呼多少多少号，嗯，还带个小本儿，拿着本儿得对。哦，才知道是赵先生找你。哎，坐公共汽车了，好容易有一座，嗯，这个响了，停车。下去找公电话给人回，嗯 ，BB 机，那就也就算方便了。后来出那个什么汉字的，对，汉显的，这么大个，嗯，汉显的有这就了不得了，嗯，我最早有这时，我乐得都不行了。怎么呢？汉显的，高兴。BB 机好几千块钱，是高兴。那会儿，于老师就有手机了，啊，我用手机比较早，那会儿叫大哥大，是这么大个吧？老式摩托罗拉的那个，黑的。对，硬塑料是，这么憨，嗯，这么高，呵，上面立着一天线，啊，对，这么大个吧，啊，人家就用那个了，也不方便，但是从来没看他显摆过，没有，这显摆什么呀？我们这拿着 BB 机，哎，看我，啊，汉显的，是 BB 机，嗯，3000多，对，我们还这个撇着大嘴显摆，人家于谦儿，嗯，云淡风轻的看着我们，哦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等啊，啊，这个，你管这叫云淡风轻吗？啊，不是，咱们这先不谈啊，我这干嘛呢？来电话了，我这没明白，来电话我干嘛这样啊？震动的，这震动也太厉害了吧？这个，我们都傻了，哦，哦啊，哇，哦。来电话，啊，很低调。哦，我这想低调都低调不了。我这看着我们于老师微微一笑，啊，这才伸手，哦，拿电话，赶紧接。我这是甩甩上面的血是吗？哎哎，什么蹭一脸呀，啊？嘿，嘿。这是杵到嗓子眼儿去了，这是。娘，啊，我是于谦。别说了，我，啊，怎么样？打错了，打错了。这电话接的，常联系，哦，还联系什么呀？谁认识啊？挂了电话，赶紧吧，放回去。没听说过，我这电话塞到哪儿了？我这电话，啊？裤子上有一个口袋，
啊，这个口袋比较紧啊，所以就，哎，啊，你以为是？我以为是塞皮带上了。行了，反正一听这声音就是穿破了口袋了。哎，这么长，别比划了，那么憨，行了，黑塑料啊，上面带电线的这么一块吧，行了，下回气，嗯，这是大气吗？这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，啊，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这还能答应就不错了，嗯，嗯，有钱，这不叫有钱，全中国说相声最有钱，嗯，就是于谦。嗯，谈不到，他真有钱啊！啊，他不像我们，我们挣点钱，这一句句说来的苦熬苦业，都一样吗？人家家是祖产，啊，留下点钱。现在你看，说相声于谦，嗯，清朝在北京街上，你看你于谦敢这样说，你就完了。哟，怎么能就完了呢？人家跟皇上沾亲戚，啊，我们倒是宗室。清朝，咱跟马路上看你于谦，咱们都得跪那儿，不这么大规矩。等人家于大人的轿子过去，嚯！你要那会儿于谦说一句完了啊，人家于谦过来拿着刀、啊、哎呦，两刀，哎呦，咱的自行车带就扎了。哎，我是流氓啊，是怎么我扎人自行车带去？我就是有身份呐、啊、有什么身份、啊、他实际上他是满族人啊，我们在旗，在旗是满洲尿黄旗的 啊，尿黄旗的什么香黄旗的，你闻着香啊。哎，这你闻着是骚的，是满洲什么骚黄旗的？那没听说。尿骚旗，这是尿骚骚香黄旗，香不劲儿的黄旗。哎哎，香黄旗，哎，跟皇上沾亲戚。是，皇上那支儿姓爱新觉罗，对，他们家这支儿，嗯，叶赫那拉，哎，就那支儿的。宣统退位，取消帝制，嗯，北京城旗人改汉姓儿，哦，爱新觉罗改姓金，这叫的多。叶赫那拉改姓拉，我们挑这字儿偏点儿啊。老拉家，哎，还老拉家，有祖产啊？那倒是。前门外前门大街，嗯，路西，哦，这那一趟胡同，嗯，都是人家家里的，全是我们家的。哎，皮条胡同，嗯啊，有这胡同，嗯，皮条胡同，嗯，拉家，哎，就是拉皮条那家是吗？这个我们不歧视工作啊，这没有这工作，热情没听说过，态度好啊。在哪儿啊？反正是那胡同是您家的，对不对吧？哎，就这么说行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啊，包括到后来他搞对象，嗯、也说了，必须得是旗人，啊，对，那是我们得门当户对，那当然得找一个合适的，是，这太对了，嗯，到后来，他这媳妇儿啊，真是也是满族，哦，也是爱新觉罗那阵儿的。哦，哎，你看这玩意儿，这媳妇家里边爱新觉罗的，嚯，他们家叶赫那拉的，嘿，这在一块儿门当户对啊。对呀、啊，他老丈人我都认识。谁呀、啊？北京有名啊。哦，爱新觉罗冤人啊。哎，就他老丈人，那就是坑人呢，那不就是？什么叫坑人呢？废话，冤人不就是坑人吗？就是就叫个名字，咱不会写，叫冤人。哦，哎，两家门当户对。嗯，他媳妇没问题，大户人家。哦，富贵人家的小姐，那倒是。富贵人家是北京一个歌厅啊，是吧？她是那儿的小姐是吗？就那歌厅旁边有一大宅门，有大院子，她媳妇住那儿。你把她说清楚了哇！在这之前给介绍多少对象了啊？来一姑娘，来一姑娘，她看不上，不行，不对眼，瞧不上，哦，不行。一直到遇见她媳妇儿，哦，俩人一对脸，嘿，姑娘站在这儿啊，于谦一瞧，哼，怎么样？于谦，嗯，定眼儿一看，哎，就说这个姑娘，这个气质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这就这表情，哎，不要往下，磨磨字儿，你先不要，就别说姑娘了，哎哎，我怎么看人家来了？定眼儿一看，那叫定睛一看，知道吗？差不多吧，差远了。按你说那，我拿着大顶呢，知道吗？定睛一看，啊，定睛，对，定睛拿眼儿一看，去，有眼没眼？废话，眼睛没眼，就叫定睛一看，哎，就叫定睛一看。对了，哟，好，慢点，慢点，好，这太听了有点啊。嗨，啊，没事没事，还磕了一个，这是旗人呢，往里面。什么旗人？
啊，说到心眼里头了啊！你听说于老，哎，你定眼儿、哎、是亲戚不是？定睛一看，像国舅的状态啊！你听说了，反正就看上他了哦，就对眼光了，门当户对，就这几个字、啊、太对了哦。结婚之后，您得知道嫂夫人的好处啊，我媳妇儿不错，就是一天到晚我们这么痛忙，家里没个好媳妇儿，日子过不了。那倒是，这媳妇儿挑不出毛病来。哦，前些日子就这儿赶了演出啊，嗯，于谦感冒发烧，嗯，嫂子那真疼坏了。是，谦儿你别吃西药啊。怎么呢？西药有副作用。对，喝中药，中药好。嫂子给他熬中药，嗯，大半夜就这碗中药熬到三点半，他就要时间吗？一脑门子汗呢。是，这叫贤惠。对，大半夜三点半，嫂子捧这碗中药，嗯，大郎，嗯嗯，你喝了它吧。嚯！气儿挣扎着啊！等我兄弟武松回来呀！嗨，我跟王妈妈在外屋。哎，怎么老有你呀、啊？这里，你老跟着搅和什么呀？很好，好什么？都改潘金莲了都，就形容那个意思呀。思在我心中，嫂子这份儿啊，感觉不挑不出毛病来。嗯，真好。有时候老上后台玩来，是啊，坐那儿等于谦儿啊。有时候你后台一帮孩子们啊，围着我，师傅讲个故事吧。哦。讲个那样的故事吧。什么孩子这是？你说相声的坏小子可不都这个吗？啊，师傅讲个那样的故事吧，把我气的啊！什么话你？师傅可得会别的呀，是吧？就会这个是吗？不是，我是会学，不学过一个不是忘了吗？是吧？这好家伙，学过一个不也串到《金瓶梅》上了吗？是吧？哎，以后别说，就讲这个。今天不能讲哦。你大妈在那坐着，还是他规矩。于谦媳妇在那坐着，嗯，我能同着嫂子我说那个吗？对了，没品了，就是，嗯，对，孩子们，哎呀，师傅，您说一个，非听不可。嗯、师傅，给你们讲一个《金瓶梅》啊。嚯，真讲，诚心大声喊。哦，嫂子一听站起来了，不听了。哎，列位，嗯，这叫懂事儿。对了，他不能说，你别说了，嗯，那不像话了。哎，我这讲《金瓶梅》，嗯，嫂子站起来了，回地了。到门口一回头啊，上这儿说来，哎，那儿讲去呀、啊！好家伙，这玩意儿开小灶呢还，那、哎、是我形容的气质，就没听说哪有这气质。嫂子真好啊！那回在德云社，嗯、赶个啰啰的，一进门把我饿的呀啊！打外边录像回来，快上场还没吃饭呢啊！对门卖牛肉面的哦，去给我端一碗吃碗面。我们那牛肉面这么大碗，对，大碗牛肉面，嗯，端在手里，拿筷子来啊，就这一口还没吃。嗯，拖着大碗啊，啊，一口没吃，夸门开了。哦，他媳妇进来了。嗯，嫂子一推这门，啪，哟，把我这碗弄地下了，夸碎了。就别吃了。哎，嗯，就我这哎没说完。嗯，嫂子聪明，话到了，说什么了？没事。哦，我陪你一碗。哎，我心里热乎乎的呀，我是得回家。你早就该回家。陪一碗什么？陪你一碗面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呢？那是我想多了。没有，就是这么举起，没有您这么说话。我是爱跟他们两口子聊天，因为都是朋友们。是、啊，有时候路过前门那儿，德云社在天桥啊，差一站地。有时候我打前门走，愿意溜达过去。嗯，走到那儿，有话，皮条胡同。哎，别提这胡同了，墙上画个白圈，写个拉字。人都写拆，我们家写拉。这是谦儿哥的家啊，叫门吧。嗯，啪啪啪一砸门。哦，打里边出来人，一听声音就是嫂子。怎么听出来的呢？一边走一边唱啊。哎，他好唱。立春了，穿什么毛裤？想得周到哈。废话，您这才开门。嗯，哟，德刚，你看咱们得规矩啊啊！你别看玩笑，见嫂子不能不像话，多新鲜！咱过去老话说的好吗？啊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啊，这是应该规规矩矩的啊。嫂子好，多好吗？嫂子也大气。他说什么？死鬼！嗯、啊、小没良心的哟，你还知道来呀？我是没办法呢，看得紧的。哎，去！这有这么对话的吗？这来，快来吧！啊，你有日子没上家吃豆腐来了？哎，吃什么来？嫂子会做饭呢啊，麻辣豆腐、红烧豆腐做的可好了。说清楚，哎，焖米饭吃完怎么样？啊，好好手艺、嗯，行，吃完了啊，洗个澡吧。哎，哪儿洗澡去？买的冬枣啊，水果大冬枣。怎么那么别呢？我这话说的，
我不能跟你们胡说啊，就是你老往外处想，不是你，我是真拿他当我自己亲哥哥呀。是啊，因为我也知道人家两口子感情好。是那年嫂子生孩子，就我陪着他啊，在手术室外边等着，哦、真看那谦儿那眼泪吧嗒吧嗒的，这感情在那。哎呦，媳妇还没生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我陪着，别着急哥，别着急，一会儿带相信大夫，相信大夫。哦，大夫出来，反正有点困难。哎呦，咱们也在尽力。嗯，那个现在高科技 啊，有一种针，于老师您愿意打吗？怎么个针？打完之后疼痛转移，转移。哎，打完这针之后，然后这个产妇不疼，哟，丈夫疼啊。谦儿哥，打，那没问题啊。打针打完了啊，孩子顺利降生。哦，他也没事儿。嗯，没把我疼死。要有你的事这里啊，你别老跟着往里掺和，行不行？心疼啊！哎，这。心疼啊，心疼了。所以我跟他的关系，我们这叫通家之好，可以这么说。哎，有时候媳妇在家了，跟嫂子聊会儿天、嗯、有时候跟他父亲们坐在一块儿也聊会儿天，也挺好的。没有父亲们，没有没有啊，表示多嘛，阔就我表示那么多干嘛呀？我爱上他们家去啊，站在屋里边看，跟在故宫没什么区别，至于吗？啊、哎呀，太好了啊、哦！你看孩子哭了，没拿？哎，这嗨。啊，有人去过于家，有人没去过，有人在电视上看过采访。哦，屋里哪样东西都是文物，啊，就祖传留下的。有的时候我出去上哪儿穿个串儿啊，嗯，弄个手鸟啊，啊，完事爱上他们家去，哦，让他父亲给看看，他懂。老爷子，您看这行吗？嗯，当然到人家拿不出手来。嗨，咱玩的那个，你说几千块钱就还觉得不错了。嗯，到人家家那就是清宫传下来的呀，那都老的。那人家就玩的东西，咱哎呦没法比啊。咱那个蜜了跟人家比，咱得扔。蜜蜡也不行了，咱那个松石就不能要。松石，人家家里那个琥珀，那哎呀，琥珀都知道吧？琥珀有，琥珀蜜了是一回事儿、嗯、啊。透明的和不透明的，不透明的叫蜜了，透明的叫琥珀。对，几百亿年前啊，树啊，松树什么的，掉了那个油脂，哎，就松油子，松油子掉上了。嗯，又过了多少亿年，咱也不懂吧？嗯，再出来就那个玩意儿，对，一块一块的石化了，哎，这叫琥珀。嗯，里边要有一虫子啊，了不得，那叫虫珀呀，价值连城。对，有一片树叶这都行啊。啊，是是，有小飞虫，哟，就了不得了。嗯，人家家那个琥珀啊，人家那个，人家里边带长颈鹿，知道吗？傻鹿啊，这是一多大的松油子掉下来都不跑、啊，跟着，这就是赶巧了，滴答啊，来一滴的，哎，掉到鹿身上，嗯，哎。等着，打这起就愣了，哎，就没师傅说过，就傻了啊啊！反正哪样都挺好啊。吃饭那个碗啊，人家吃饭的碗，德刚，看我这碗，这碗怎么了？75万，这么贵、啊！我的天，我都傻了啊！你看看，不敢看，怎么呢？没接住掉地，算谁的？哎，不至于，75万，看看，哎，看看，接在手里直哆嗦啊！好东西，确实是沾老气儿，老东西嘛。翻过来看，有款儿，写的什么呀？微波炉专用，哎。我们家撑的是怎么着？75万买一微波炉的吧，太有钱。上您家去，我的目的就是长知识，学能耐，哎，学能耐，哎、对吧？对，跟他父亲一块儿啊，我爱跟他爸一块儿待着啊，是吗？真的，因为他父亲，我认为那是个万宝全书，哦，全懂。说句不客气的话，到北京连洗澡都是他父亲教的我。洗澡还用他教吗？老北京最讲究洗澡哦，讲究的主是这一天在澡堂子里待着。哦，那叫糖腻子，澡堂文化。对对对，老头从早上起来就去。哦，我原来没有这么讲究啊。嗯、啊，人家老头跟我走。哦，青花池看一看，那儿可是好澡堂。老头带着我，嗯、虎坊桥啊。对对对，指着那块匾。嗯，青花池，看看吧。啊，百年老店，没错，在这儿洗澡是身份象征，确实是在这儿洗。嗯，老头脱了。嗯。脱呀、啊，少爷。对呀、啊，我说老爷子别去。为什么？还没进屋呢，门口啊，大街上脱光眼子了，这没听说。哎，老头就站在湖广会馆边上就。好家伙，要卖票，对、哎嗯，卖票还不错。我这才搀着他过马路，上对过洗澡去、啊，还得先过马路。你晚点脱不成？湖广在马路这边呢。我废话，我青花池那边。我没说这地理。我就说我这份孝顺，我扶着他直接过栏杆啊。按规矩说。还翻栏杆我没带他到二环去，我说便宜他了。好家伙！真的吗？检查身体都没这么大动作，错不了。哎，倒是仗着清静，1万多人看。
那能少得了吗？这是啊，就说这意思。洗澡跟老头学怎么叫享受，人家那是真享受。是老头青花池洗澡，嗯，洗头一水。什么叫头一水啊？就这一天澡堂子来多少人洗完了，把水放干净了，嗯，刷完了池子，换完了新水，嗯，谁第一个进来洗，嗯，这是身份的象征。哦，这叫身份。凌晨四点啊，头一个下池子，这么早，这叫头一水。嚯，就是你爸爸就这个。就大清朝一老一少，就这个贵族气息改不了。那是，就必须这样。这个贵族他跟暴发户不一样。那确实，暴发户一天一万个，嗯，贵族气息三辈出了一个，真是这样。那是骨子里的东西啊。没错，早晨四点他为了洗头一水啊，你说这个身份他讲究吗？伙计们在里边换水，快点快点快，老爷子外边等着呢。是是是，身份啊，嗯，老爷子在门口，这还贵族气质呢，这，这差点没冻死。这个，行了行了，一会儿这里边伙计赶紧把门开开。嗯，进，哎，请进来。是请进去的吗？这个，进来之后下池子啊，哎，上来了啊，这个啊，这池子兑凉水啊，啊，烫了，下这池子。嗯，这个得兑热水啊，还凉了，水温合适了。哎，门一开，嗯，客人们都进来了。哎。他给人试水去了吧？他这是，这不是洗澡去了？有身份？有什么身份？我就爱看他爸爸在池子里边啊，就顺着池子边缓缓下水，烫的大气啊！嗯，哇，噔噔噔噔噔，这淹死了，没听说过。是，哎，脚底下没死住地。是，嗯，哎，接着假牙。哎呀，在池子里涮，别涮了。慢性是头一水，哎，嗯，哎，这水到这儿啊，在泡吗？泡，开心。嗯，别喝，别喝。哎，我爸爸泡茶碗里头了，这张嘴就喝呀，这样。有身，跟这泡会儿啊，上来又搓澡，嗯，搓完澡吃早饭啊，吃早点。一天那雷打不动，嗯，就这三顿饭。他讲究养生哦，而且老头吃饭没有吃饱一说，怎么讲？六成饱，哎，这是最健康的。俺不懂啊，人家这么有钱人的身份啊，嗯，老头一顿六分饱，就这样，为了养生半饱。早上起来，嗯，卤煮火烧，卤煮火烧是卤煮小肠，不要火烧啊，不要火烧，哎，干吃肠啊，吃肠，就大碗哦，就蒜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这才六成饱，哎，六成饱，哎嘿。哎全靠猪肠子啊，填六成饱。好家伙！再不够呢，拿蒜凑。哎呦，嘿呦！哎，这早晨起来，贵族到中午要吃正经的午餐了。哎哎，就是那个炖吊子，嗯，这是大肠了。哎，猪大肠，猪大肠。哎，大盆吧，来大盆啊！哦哦，他倒不护食，那是。到晚上要吃点清淡的东西了。清淡的是。猪大肠刺身，哎，生的呀，刺身，现杀的猪。好家伙，这猪都捆好了。嗯，师傅拿着刀跟着等着。老爷子来了吗？啊，来了啊，走，嗨，宰了，宰猪。嗯，先给掏了肠子。哎呦，啊，掏完之后弄好了。嗯，这边师傅抱着。哦，肠子头递给你爸爸。嗯，你爸爸把这肠子头搁嘴里。啊，你先，等，你先等会儿吧，等会儿。拿着肠子头做呢，不是吃肠子呢，啊，那是吃肠子里头这点玩意儿呢，热乎乎啊！什么热乎乎啊？我爸爸一天太骚气了，这点饭吃的全是肠子，六成饱，哎，六成饱，一般的人看看就吐了啊！那是，他也是硬吃，是那是，睡觉前啊有一顿甜点，还甜点人参，这可好东西了，东北野山人参啊！哎，得有这么长。哦，拿红糖把它腌透了。哎呦，睡觉前三根儿，睡觉前三根儿，每天啊啊，睡觉前三根儿。好家伙，别位，红糖腌的人参，嗯，人啊，啊，大象也受不了啊，多新鲜呢！老头吃的眼珠子都红了。是啊，好几天不上厕所啊，啊，是上火呀。我去了，嗯，哎，德刚。哎，好几天没上厕所了啊！看我这眼珠子都红了。是，你看我这怎么回事？肚子长得难受，就啊，结不出来呀。嗨，大爷张嘴。嗯，
张嘴啊啊！什么毛病？便秘啊！啊，怎么瞧出来的？他是看张嘴看便秘，我觉得状态看舌苔嘛，看舌苔嘛。您呐，嗯，蜂蜜，您那人参什么别吃了，再吃非试试不可啊！你这个嗨，其实也不用费那劲啊，你买点香蕉吧，买点好的好的那个大香蕉啊，买一把，有两三根就行啊。哦，哎，吃吧。过了几天我又去了，嗯，大爷，嗯。香蕉怎么样？不管用啊！不管用吗？打你走到现在也没去厕所呀！嗨，不能啊！啊，于谦也便秘，嗯，我给他出这主意，是他吃了两根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啊，怎么着？吃啊！你以为呢？可不是吃吗？不就没听说过？手机占的地方呢？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。废话。我这后来告诉他赶紧怎么吃，怎么多吃点青菜啊，就是说良心话，老头有个头疼脑热，我真心疼。那是因为这关系在这儿，交情在这儿，那真疼他。没事我还上找他玩去呢啊，走到胡同一看，都是有话啊，你父亲在门口呢。哦，老头没在屋里边。哦啊，跟院外边胡同里边，他父亲正站街呢啊。这叫什么话？这没在屋里边，不是在街上站着吗？在马路上晒太阳呢啊，晒着看书呢。什么晒太阳是吗？老头拿本线装书，老版的，他父亲，嗯，站在胡同里边，哦，跟这儿摇头晃脑的啊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这个文化跟谁学的呢？摇头晃脑，哎，这摇头晃脑，那是我妈。嗯、记住了，有时候我跟老头也说，嗯、我说您现在不错，吃喝不愁，孩子们也都好，嗯、儿媳妇又孝顺啊，您这一生算行了。不行，哦，我就是一个，嗨，嗯，我怎么说，纨绔子弟，哦，这一辈子啊，吃喝玩乐，少爷样子。我说句良心，到老了老了，有时候我看着谦儿他们这么忙，我也难受。是啊，不给孩子帮不上忙啊。嚯、哦！可是你说我能干点什么？嗯，从小家里那个身份啊，轮不着我干活啊，什么也不会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所以说有时候我也想做点贡献。好啊，老有所为嘛。嗯嗯嗯。哎，说到做到，怎么着？没有几天，你父亲就想了。嗯，要去抢银行，哎，这是给我找事儿呢。哎，仗着呀，他有个优点，哦，记忆力不好。这是什么优点呀？这是拿把菜刀哆里哆嗦奔银行了。嚯、哦！一进门，人保安大爷什么事儿？嗯，忘了，哆里哆嗦又出来了。嘿好，保安给送家来了。啊，老头很感动。哦，做了个锦旗，写人民卫士送。这不是撑的吗？这不是。老头后来自个儿说啊：“人老不以筋骨为能。”对。劫财不行啊！您打算劫色、啊？哎，好家伙，真能想！也不谁给他出的主意啊？拿块手绢儿，哦，买点乙醚啊，真懂这乙醚，只要一捂，我就晕了。嗯，老头高兴坏了啊！冬天晚上，嗯，拿手绢儿，乙醚撒在上面，倒点，奔外边，嗯，公园附近，哦，找那个单身女青年，哟。就这模样还劫色呢，这个老有所为呀、啊！别提老有所为了，老有所乐、啊。对，老有所为所欲为。哎，给孩子呀、啊、减轻点负担。哎，对，我也别老跟家里混吃等死了啊！对，给社会做点贡献吧。这样死得快。嗯，前面有一姑娘，真来人了。姑娘背着小包，穿一高跟鞋。哦，下夜班，夜里十一点多。嚯！姑娘跟那嘚儿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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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好、哦，你爸爸高兴了，呵，来，追得上人家吗？紧着往前追啊！啊，姑娘听见后边有人了，啊，啊怎么着？一回头，你爸爸害臊了，啊、假装，哦、哎嗨，自己给自个儿捂上了。你爸爸再睁眼啊，转天早晨八点多，嚯、哦，在公园里边啊，大长椅子上躺着，哦，一丝不挂，谁给谁劫色了？这是。老头挺高兴啊，挺好。什么挺好？挺好，这不就老有所为吗？谁给？你别看他脑子不好啊，你像这日子，他开始忙了。忙什么呢？找张纸，把亲戚朋友都得写上。干嘛呀？快过年了哦，给大伙儿得拜年，这规矩他有。先去谁家，后去谁家？嗯，几点到哪儿，待多长时间？嗯，都得写上。这是有讲究的，老理儿啊。嗯，第一家谁？哦，你岳父，那是必去的，爱新觉罗冤人。别提这名了啊，啪啪啪一打门，老亲家你岳父开门。嗯，你爸爸打外边进来了。哦，
还拖着这个呢，点心，你早说呀，点心，你以为还是那个？废话，我以为还是薏米呢。不是不是，没有初一用薏米的，对，十五也没有。一开门，你父亲打外边，嗯，哎，进来了，嗯，你岳父打里边，好，这好，俩人指不定谁劫谁呢，要不成亲家了吗？这个门当户对很重要，也没听说过。你岳父是拿了个水壶，哦，拿个水壶全这么拖着，呦呦呦，快去！哎呀，老哥哥快来吧！高兴了，倒水。老北京人过年可不就这个吗？是吧？嗯。但是呢，你岳父家里边终归是皇上这一支哦，家里边老理儿多啊，那更全了啊！您别给我拜年呢，嗯，要拜年给老祖宗拜年呢。老祖宗把客厅打开了，嗯啊，墙上挂的都是画，哦，都是大清历代君王。这应该拜及娘娘哦，歌进什么所有的这些大官小官屋里都有、哦、哎呀，你爸爸大外边进来了、嗯、啊，磕头吧，磕挨个磕吧，那对啊、嗯、打头一个开始吧，嗯，这就算是我觉得你老丈人就算是挺厚道的了。怎么呢？哎，从进关之后那开始说，打顺治开始、啊、好家伙，嗯，只要进关之前那就太那得磕死啊、啊，这是头一辈的老祖宗、哦、来吧，啊、哎、老祖宗磕头了，嗯，磕一个吧，这老祖宗的老祖奶奶你也磕吧，这得磕磕吧，嗯，一个一个皇上啊，你爸爸初一早晨去的、哦、啊，然后正月十五回的家，好家伙，到家之后自个儿也琢磨 啊不对呀， 啊第二辈老祖宗，第三辈老祖宗、啊、第四辈第五辈 啊溥仪之后又出了三十多辈是谁呀，怎么没听说过，不成，嗯、啊、我上了冤人的当了，嗯啊，那是冤人，他这个名起的太合适了、嗯、啊！我也得报复，这怎么报复啊？可是你们家没这么多老祖宗画像。对，你爸爸真有主意。他干嘛？找卖年画的。哦，卖画。哦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我、哦、要那个，一个男的配一个女的。哦，一个男的配好些个女的。嚯、哦，卖画的这小子是个坏蛋。怎么呢？他平时卖的是年画，偶尔呢、啊、也为一些特殊人群啊进一些特殊的画。就那个黄色画片儿，这我懂，这、哎、你有点家传啊，废话，你说的就是那意思，西洋的油画，哦，肖像裸体的那个啊，大爷您真要啊？我要、嗯、太好了，弄一大捆，哦，你爸爸抱回家，这回行了，行了，冤人你来吧，哦、哎、等着他到我们家，我让你磕死啊，哎，老祖宗老祖奶奶，老祖宗老祖奶奶，哎，搁在屋里等着，这一大卷子没打开哦，一直等到你岳父来啊、一进门，哎，过年好，我来拜年，好，亲家，哎，就等你了，可来了，老祖宗老祖奶奶都等你呢，哎，你准备磕头吧，来，这是我们家第一辈的，啊，哟，你来早了，嗯、啊，老祖宗还没起呢，没听说过，